这进来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我看到一个篮球场，哎呀我去，我就喜欢玩这个呀，可惜没有人儿。他这个球场倒是也没有场地，就是两个架子啊。这面倒是好像是一个什么体育场馆，不太清楚，过去看一看。房东跟我说这面有卖古董的，我他妈怎么没看着？我感觉被他坑了，还说时间不对，就是有两个可能性：第一，他是弄错了；就是第二个可能性，就是他不今天不开门，或者是这个点不开门。因为我现在没有看到任何有卖古董的痕迹，我现在去那边看一看。